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天，又见面了。我面前的这位小朋友，就是昨天在马路边捡回来的宠物犬小比熊。原来它是我们附近业主的一位小区的狗狗啊。人家业主见个急死了，到处在群里面发了个狗狗走丢的消息。幸好看见了啊，我也跟人家打了电话，过一会儿人家就过来把它给带走了。它的那个名字好像是叫小布丁啊。这小家伙运气还不错哈，被我捡到了。这要是碰到个坏人的话，对吧？就不知道他的那个命运是个啥情况了。待会他主人就过来了，现在这里陪他玩一下，至少我也当了他，对吧？一天的主人。过来，看看，好乖，真的好乖呀，是不是啊，小布丁？嗯。待会儿就回家了啊，下次记得拴绳子，知道吧？你这不拴绳子是吧？走丢了还不就走丢了？这样子别人还以为是我的狗狗呢，跟我多亲啊！瞧瞧，对吧？这不就是我的狗狗吗？过来，走了，他家主人已经来了，现在我们去找他，上来吧。哎，真乖，大家伙也可以放心哈，小家伙很安全，马上就去见它主人了。